做到一无是处。给兄弟们表演一把卡萨丁。我要为卡萨丁证明，卡萨丁这个英雄是不菜的，菜的只有召唤师。一级的话，戒指出门吗？卡萨丁一般都是戒指出门吗？对吧？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们这把打这个永恩好像不是很好打，咱这英雄打永恩不太好打，但是没事，看好了。平衡终于一切。出门，哎，卡萨丁不是说出门19点护甲吗？怎么是25点啊？啊？不是初始护甲是19吗？是不是暗中加强了设计师？如你所愿。对面的话中路，我好像一级好像不能学 W 吧？看看情况，他的剑有点长，兄弟们。我点了6点护甲哦，我的符文天赋点了6点护甲，可以。戳他一下。W 看到没有，伤害很高的。谁说卡萨丁一级不能打很凶？一级我们点个虚空之刃，刺他。哟，这人很稳，他不放二段 Q， 戳你，有 W 就戳他了，吃我一记虚空。可以，不能打太凶，打太凶好像不太行。Q， 对吧？他反正我只要在塔下能补刀就行，好吗？虽然说我前期比较弱，但是前期这个中路线比较短，我们这个位置补刀补塔刀照样可以补，而且呢很安全，不怕打野来抓，好吗？这个线对于卡萨丁来说是非常舒服的，打野抓不了，而且我家打野可以来干他，是吧？他要压我，他得小心我家打野。看到插眼，猪妹插眼了，但这波线我推过去了。 Q 一波，这人很细，兄弟们。他很亏的这一波，这一波他很亏的，你不要以为他赚。我这一波带点燃他死了，我没带点燃 ，Q 一下，减速。怎么说我有想法吗？等一波电刑他死了，太好了。男枪这一波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一波反蹲没啥意义 ，Q 一下。溜了，感觉可以避一下，因为我有传送，避一波。回家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我觉得卡萨丁挺强的呀，这个英雄伤害不低，但是就是手他妈比较短，斜来一个，伤害不一定打得出来。Q、E、A 电刑，好，往回拉。炮车想吃 ，A 一下 ，W 捅一波，他怂了，他怂了，等一波电刑，他已经到达我的斩杀线了 ，Q 一下，还不回家，很猥琐。等他把 W 放了，显形。Q 接一闪接 W 直接秒，因为我的 Q 是有沉默的，他是放不了闪现的，能听懂吗 ？Q 技能有个1.5秒的沉默效果，好吗？很强。推线，帮我推线。
怎么样？别发信号，发这一波死了也要退，死了也退。我溜起，溜了。嗯，哦，没什么吗？哦，打断引导技能 ，Q 技能可以打断引导技能。现在 QR 没有沉默的，来个真空宝典。他现在是不是打不过我了？对吧？就是为什么设计师他迟迟不加强卡萨丁？我个人感觉卡萨丁其实中路虽然说很多英雄打不过，但是也杀不死，除非打一些比较变态的英雄，比如说中单鳄鱼、中单万豪，那我们蓝刀锋也说实话也打不过，没办法，好吧，这是英雄特性。感谢约德尔人的哟。感谢约德尔人的头号黑粉啊，送的一个大飞机。感谢约德尔人，插个眼，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gank一下，下路有没有机会？看好我的位置。踏雪无痕，赐我一记虚空之刃。好不好，不要补队友的车，千万不要躲，千万不要脏队友的兵线。哇，溜了。嗯，哎，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帮我挡一下呀？哎呦，这也行啊，这一波的话不应该被打断的呀。先避一下，我把对面终结了，下一波的话回家出一个这个。很多英雄，很多玩家在选神话装备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个卡萨丁到底什么样的神话装备比较合适，那么其实卡萨丁最合适的神话装备是卢登，那么因为现在我们的伤害变低了，所以说我们得出卢登的回声来弥补一下。我觉得他，我个人觉得他现在应该打不过我了。看到没有，非常绝望，卡萨丁的输出绝对不低的，吃塔皮。嗯，吃塔皮。嗯，不着急，我们这边插个眼。嗯，先推了，这把有点小逆风，不要慌，踩。主 E 副 Q 还是主 E 副 W？ 主 E 副 Q 还是主 E 副 W？Q 有斩魔法护盾，主 E 副 W 应该会强一点，是吧？嗯，本来就要出卢登的呀，相当于本来就要出的呀，想屁吃的。电刑触发，直接打他半血。嗯，二过来给个 Q 消耗一下，我们的二前两个可以当位移啊。二过来接 W 接 E 再接平 A 往回拉，别急，等一波大，他敢过来他死，他很聪明。哟，刚说完你很聪明，你就要犯病。刚说完你很聪明，你就要犯病。他应该没大吧，他的大应该没有这么快，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没有大，我想秒他，然后再换一下。死了，小兵在打他，操你大爷，他点燃我了，卢登来了。嗯，我被他来了一个虚空点燃，可以。嗯，这把队友有一点小崩，没事了，我卡特林到十六级无敌了。等我出个法穿血。嗯，只是现在这个版本这个大天使啊，他不加生命值，导致我们二进去呢只能打一波，不能就是进进出出进进出出。像以前那个版本卡特林他可以进进出出的，又肉又有伤害，这现在不行，现在咱们只能当一个爆发来打，好吧，不能进行出。这一波对面的话好像有大了呀，
我们叠一下大招，马上就到。来，怎么说？操你大爷！等他过来，别急。算了，不跟你玩，来，狼 buff。上路，踏雪无痕，给我蹭个助攻，兄弟！踏雪无痕，给我蹭个助攻，蹭个助攻，漂亮！守中，兄弟，让万豪守中，我们帮他推线。好，哎，有 TP， 直接哎 TP， 我有闪现二闪。别急，他死了。虚空之彩，虚空之刃，魔法法球，漂亮，双杀，起飞，气不气？是不是起飞了？一了，九十五，这还卡萨丁还弱呀？这么强，我操！看到没有？迂回，这一波迂回直接拉满，毙了。法穿，杀人书，走。第二件的话，咱们这个英雄第二件一般做中亚杀戮应该比较屌。好，现在我已经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我带了，我没带七顶神仙，没有带，没有用啊，那个没办法，这把对线的是 AD 英雄，我得带个骸骨，给他看一下我的符文天赋很细，这个符文天赋是很细的，叠一波大招，他这个血量我一个 2W 就死了，但是有个前提，我直接给我必须要给他秒杀了， 2W 直接死，看到没有？直接秒杀的，吃塔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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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打不过我，他打我不掉血。漂亮，继续吃打皮。这个猪刚烈有没有冰冻？哎，我想吃一血塔呀，塔皮没了呀，但是我这一波必须得毙了。咱们第二件买个大天使吧，来大棒子来。有时候出个巫妖之祸。巫妖之祸好像这个装备好像出不了，格子不够，因为这个英雄中亚肯定要做，然后帽子好像不需要做，我出个大天使接下来出肉就行了。哦，巫妖可以做，巫妖可以做 Q 一二连 W A 你踩你二躲技能，别急。二 W 直接秒杀，电刑触发，直接带走。对了，这里还说卡萨丁不强。这么强，居然说不强。哦，一血塔没拿，这塔没拿，好烦。那我这把感觉就没必要出中亚杀戮了呀，出个表就差不多了，对吧？这对面其实技能都可以躲的，对面好像没有特别多的硬控。
我们来个蓝 buff， 很缺蓝。两秒钟一个大，接下来见谁就杀谁了。我打不过可以跑，他们打不过跑都跑不赢。看见没有？我打不过可以跑，他们打不过跑不赢。我蓝没了，没蓝了。别急，这把我们还是逆风，什么意思？就我现在这个是杀十二个，我们队友还是逆风来了。完这一波下路我可能会死，他们在草里。上鬼子当了，兄弟们，表来一个。没有视野，很烦。来个扫描，很关键。没有扫描，我只能眼探草丛，眼探草丛。这扫描非常关键，兄弟们。但是对面这把赢不了了，因为起来的卡萨丁，就好比说是起来的维古斯一样，我的大招就跟维古斯的大差不多，懂吗？我可以无限收割，懂吗？我现在别看我杀人出掉了，我现在可以无限叠，我 TP， 我现在杀对面谁都可以杀，我踩，叠杀大，我踩，减速，先赶个中亚，别急。CD 太慢了，操你个逼！算了，本来想 K 他个鸡的，算了，不 K 他鸡了。卖了，那只能买个中亚杀戮了，兄弟们。感觉不买中亚杀戮好像不太行。增幅宝典，这把有点逆风，必须要买中亚杀戮。接下来我得出肉了，中亚买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对面，哎，我，哎，对面，哎，永恩怎么都六个头了呀？这永恩，这永恩不是病友吗？兄弟们，这个永恩怎么六个头了？看来他并不是病友。永恩玩的可以，叠一下书，我十四级，他只有十六。这是什么伤害，兄弟们？夸张，太夸张了！爸爸，那个女儿打爸爸是不是？溜了，伤害是不是很高？二 W 一下，触发一个电刑，太高了，输出太高，对面直接懵逼了，踏雪无痕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眼。不知道有没有眼，算了，就当他有眼。十五级，回家赶紧把中亚买了，再才能浪，不买中亚浪不了。因为我这把，因为这把所有的优势在我一个人身上，如果我一旦浪死了，可能这把就不太好赢了。两秒一个大，还是两秒一个大，大招 CD 太慢了。我这个小符文吸了3000滴血，说明这个符文很关键很强。大龙快，小龙快好了。扫描，这附近肯定有人，肯定会有人过来。ADC 在下。肯定有人，我们在这个草里蹲，这里草肯定有眼。别急，思路相当清晰，等他过来叠大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出瞬间爆发。
哎呀，啊，这些人不打老王啊，这些人。怎么敢？溜了，他想秒我，但是我挺肉的，毙了。嗯，下一件最后一件呢？咱们现在是最后一件装备了，咱出个巫妖之祸吧，出直接拉满，出什么肉？出个巫妖，增加点移速。嗯。我只要巫妖一做，我就是叫什么，就一个 W 秒人。来了，想跑，操，见到我就跑，我当个人。见到我就跑，好冒费没有？咱有这么下准吗？印一下。这不需要大呀，我都不需要叫大，我好，直接就秒杀了呀。这两个人我没中亚杀戮，感觉不能浪呀。怎么玩？嗯，怎么的玩？大雪无痕，我不能用大了，没蓝了，兄弟们，蓝魔得了。吃个鸟，吃个果子，不急，让他先跑一会儿，他跑不掉了。踩，哎，一阳子，嗯，我十六级了呀。我现在一个大的话是一秒一个大。对吧？怎么跑？跑不掉了，我溜了。我铲，还好闪现不需要，没必要交铲。巫妖买了，兄弟们，避一下。嗯，巫妖之祸，再来瓶药，伤害直接拉满。一个大招的话是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叠满情况的一个大招能打。我现在一个二 W 能打2000滴血，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。魔抗 ，PP， 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中亚没好，不能上，上了得死。伤害虽然高，但是我很推。不能上呀，没中亚呀，不，这哪敢浪啊？怎么玩的呀？怎么敢的呀？我还来呀，二 W， 吓到了，这个伤害太吓人了，我操，好晕晕。看一下面板一般般，操你大爷，
砍过来吗？不砍的呀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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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距离不够，我操，太脆了，讲道理，太脆了，我踩，给大家看一下能不能拿五伤，看好了，怎么说塔不守了吗？不守塔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嗯。